点解啲大学生咁中意手攞住电脑呢？到底有冇谂过出街去厕所嗰阵点算啊？哼，我就有谂过啦。嗱，咁大笪个厕所，部电脑可以摆喺边呢？呢度、呢度定呢度？错啦，我早已经揾到一个隐世好位。不过万一唔觉意俾人震一震，我就真系恭喜你啦。好啦，我哋嚟一个开箱环节啦。我哋系买咗太空灰嘅，好色喎。跟住咧就配，哇，佢好舒服啊！磨砂嘅包装，今日好多人一起开箱啊！好多隻手，好多隻手，系我系寄生兽。佢系比较厚嗰只嚟。今次呢部机主要就系功能上嘅 upgrade 同埋外形上嘅转变。睇睇佢外形先，最大分别就系加厚咗14寸 M 字压键盘制，冇 touch bar、MagSafe 同埋 SD 卡。唔同咗啊！系有啲唔同噶，好大粒啊啲仔，同埋佢系冇 touch bar， 不过我觉得 touch bar 系冇用。咦，有手模啊！今日我哋 channel 嘅金主，每日俾10蚊你，系啊，买你一成股份。佢系咯，好多金主啊！突然之间 ，Hello， 哎呀，坐低倾偈先。我而家又等紧佢喺度 set 紧机啦。首先，我哋第一个要倾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。大家睇咗呢條片未呢？同埋咧 ，IG 係非常好啊！佢而家咧已經係俾咗一個可以擺 link 嘅呢個 sticker 俾我，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有祝福聲。第一件事就係睇手影，哇哇，撳入去啦即刻，哇有廣告啊，勁啊！好，歡迎大家多啲留言啊！呢啲嘅觀眾啊，犀利，因為佢哋。是懂得留言。講翻嗰一個單嘢先，即係呢個災難發生之前咧，我本身已經係買咗呢個 MacBook 噶啦，但係我都冇 expect 過會係要跌爛之前嗰部咯。呢度，即係咧，佢而家係好奇怪咁，三開埋啦，佢會頂住咗噶，見唔見到啊？佢會頂住咗咯，哇！真係頂啊，真係今次真係頂。至於咧呢部機會點樣處置咧，送俾一個呢個 channel 一個死忠 fans， 咁個 fans 就係我細佬。有呢個 Touch ID 嘅功能，仲有呢個可以睇小麥 channel 嘅功能，耶！哇哇哇哇哇！發生咩事？發生咩事？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搞笑嘅事。頭先嗰個人咧，佢話：請問係咪小麥咁樣？因為收件人咧，我成日講咗係小麥咯，跟住個人問我係咪小麥咯，笑死我！有收嘢啊！哇哦！竟然有人找小麻嚟賣廣告，咁大膽賣爆佢！賣廣告最緊要係咩啊？就係要有佢嘅名字。我一路都想要噶呢啲。我記得我哋上年去嗰個河背水塘嗰時咧，有個朋友咧咪攬住條狗帶咁樣嘅，都係嘅，買咗呢啲繩咧戴住啦，嚇幾型潮流達人。就是我，但是看看我的電話的殼呢，說就說是透明啦，但是其實是黃色咯，其實換了它，這個很型的黑色，笠住它，就搞定啦。我真的開始緊剪片的了，習慣是用 Premiere 嘛，哇，見到我添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是用一陣它就彈機咯，哎，哇，彈機啊，見不見到啊？所以我現在是极无奈咯，见到我得一条 timeline 就知道有跑未剪完啦。但我要今个礼拜内一定要剪到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拜拜。诶，今日咧我哋有摄影师帮忙啊，摄影师嚟，定住啊！哇，呢度好核突喎，但系攞去嗰边，嗰边嗰边嗰边，诶。即突然之間提醒我一樣嘢喎，大家快啲睇下，冇鹽牛油，仲今日到期，點解會有啲咁嘅嘢？點解？應該因為我啱啱連咗個 iCloud， 但我唔記得我有講過
冇鹽牛油呢樣嘢喎，喂，哦，有喎、啊，真係，嚇、啊，2020年噶咯喎，中筋麵粉、泡打粉，要買嘢啊，我要買啊，去提醒翻2020年嘅我要買呢樣嘢喎，有隻熊啊前面，幫手啊，幫手去整嘢，嚟。哇！發咗達啊！我有 sponsor Apple， 係啊 ，Apple sponsor 呢段片啊，犀利啊！哇！哇 ！Apple 唔係三個鏡頭咩？假噶！咦？假啲嘢啊！不過呢個好似大嚿啲噶，你之前係啊。有冇人知啊？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係咪我哋曼德拉效應又出現咧？